没有给出足够的数据支撑，全都是理想和空谈。何印总不能谁画的饼大就投资谁。这份企划书确实不够成熟，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企划方只是一位尚未毕业的学生。何印此次的大学生创投计划，难道不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拥有想法但缺乏经验的人吗？谁都不能否认，亚文化市场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前景，我们可以借机试试水啊。就算是天使投资也要考虑市场风险，数据部给出的评级只有E，试水我开始打水漂吧。陆总，您的意思是？评级报告并没有问题，我相信何印数据部的专业能力不会拿出浑水摸鱼的报告。但此次大学生创投计划确实情况特殊，不能全用以往的经验来论断。何印所要做的不应该只是单一的资金投资，而是对有潜力的创业者针对性的进行商业思维模式的培养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次计划对何印投资部门而言也是另一种考验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创投计划还在初期阶段，出现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，我很感谢你们的直言不讳。陆总客气了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您提出的问题我们争取在下一阶段解决。我很期待。如果各位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辛苦大家了，散会。啊，是不是很累？抱歉，我没想到这个会议会拖这么久。这个比喻倒是挺有趣的，仔细想想确实还挺像的。怎么了？突然这么认真的夸赞我？能从律师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语，应该就是最高的赞美吧。谢谢。但除了赞美之外，我还需要向你借一点魔法。令人放松的魔法。果然一下子就困了。终于把思路理清了，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，轻易我可不传授给别人。我坦白，我是想赶紧把工作的事情解决完，至少最后一个夜晚，我希望能心无旁骛地和你一起度过。没错，大家都是饱经历练的商场老狐狸，不会为了毫无潜力的东西争执不下。有点乱，你
你从这里开始看吧。习惯了一切都按规矩办事的人，突然看到跳出框架的事情，下意识就会产生排斥心理。董事会里是有不少老古董，但我不会让何印成为墨守成规的公司。你翻到下页看看。在评论家眼中或许不够专业吧，因为它无法被标注高昂的价格悬挂在私人画廊中。但一幅能让观众由衷发出赞美的画作，纯粹用技法来衡量它，我认为是狭隘的做法。当然，从技法层面上，我也觉得它相当不错。侧面说明他确实热爱着这个论坛，这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品质。不过仅仅靠热爱可不足以打动何影。数据报告显示，每当论坛举办线上插画大赛的时候，在线用户的数量就会快速提升。如果将插画大赛作为最重要的数据论点，企划书的可信度就能大大提高。不过一个小小的论坛真的有这么多活跃用户吗？真实度还有待考察。Bingo， 比数据更加可靠的是亲身体验。可惜这个插画大赛是接力赛制，需要找人合作组队，我一个人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哎，说不定就要因此错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。温晨在休假。真是太辛苦了，所以我决定给他放一个长假。既然是匿名参加，当然得和我绝对信任的人合作，而这样的人可不是随便能找到的。该怎么办呢，姐姐？不会的，我不是抱着胜负心来邀请你的，只是想和心爱的人一起享受趣事。不用考虑结果，只要跟我一起体验就好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学习绘画的技巧，我可以当你专属的私人教师。不要让自己太累了，稍微休息会儿吧。最近倒是学了一点。在你面前，封印解除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有魔法少年的感觉了？同盟阵地论坛，许多人都在推荐一部治愈的魔法少女番剧，听说这句台词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。哎，虽然没有达成温暖治愈的效果，但能让你笑出声，那就算我成功了吧。
参加绘画大赛只是为了调研论坛的生态，你不用给自己太多压力，就当成是一场特殊的约会好吗？哎，这下轮到我压力爆表了。还好我提前做了一些情报收集工作。哼哼，我发现不少有意思的事情。你看这里。欢迎你，新的挑战者。我是本次绘画大赛的主办方，论坛管理小哥咕咕哒。准备好开始踏入冒险之旅了吗？不是比赛的比赛，反而更让人感兴趣，不是吗？基础的报名信息我已经填好了，不过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和你商量。不如我们的队名就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吧。那不是要变成整个比赛里画风最清奇的队伍了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还是要想个有气势的名字。是啊，因为名字会赋予事物特殊的意义。
恭喜二位顺利晋级，真是神仙画风啊，让姑姑她想起了一位自己非常崇拜的画师。话说回来，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两位的 ID 姑。同盟阵地已经好久没有进来这么厉害的新人了，姑。我特意调整了画风，应该不会被识破吧？不过以防万一……对于这个圈子来说，我确实是刚刚入圈的萌新。看起来这个论坛非常欢迎新鲜血液，你看，对方已经收不住话匣了。可惜，在投资部面前，他屡屡出现口误，介绍会只持续了十分钟就结束了。别担心，因为对象都是没有商业经验的大学生，所以何印会提供第二次提交企划的机会。如果这个论坛真的具有潜力，我肯定不会让眼前的商机溜走。大概是熬夜画画了吧。忘记补上睡痕了。哎，居然枕在画板上睡着了。我也很好奇，在你的画笔之下，我会是怎样的形象。